政府在1月10号强行通过劳动基准法这部修二的法案，这个法案在修订的时候，民党政府不断的说透过劳资协商就可以保障大家，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台湾现在工会组织率这么低落，工会组成了也是不断被打压。美丽华工会成立刚刚满1年，这个时间非常刚好，就是民进党全面执政第一次修改劳基法，把劳工7天假砍掉的第三天，就是那一整波的抗争，让这些员工发现到公司竟然长期克扣加班费。美丽华高尔夫球场，这个这么有名的高尔夫球场，这么有名这么大一家的财团，竟然在恶法上路隔一天，也就是1月11号，个别约谈工会的12名会员要求要解雇他们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劳动部哈，我们要求民党政府，你既然有种让恶法上路，隔一天这样子被违法解雇的员工，你就要出来面对，出来解决。昨天临时公司没有预警约谈我会员，直接解聘，我当初听到消息，我马上去二警右叫公司在跟我们协商，因为10月底的时候，既然我们工会是在同一个部门，另外一个部门既然大家升官发财，我们工会所在的部门既然大量解雇，而且他跟他说是财务吃紧，这个裁员我们的会员，我们好几人像富邦，好像是 LPG 也是在美丽华球场，对，还有现在的青鸟拜拜，台湾赛事 LPG 也是在美丽华球场，我们这些常务帮他整理场地，让他举办观光大赛，让他们的会员证越来越值钱，但获利越来越多，竟然到头来我们今天没有听众。开除的会里面，12个里面有3个是工会干部，2位是理事，1位是监事。因为我们工会成立以来，发现了公司很多违法事项，压榨劳力，像我们去年接到正常的加班费，欠我们的假，国家规定我们一人有114天。他结果给我们94天，而且不让我们加班费，我们正好到了。结果呢？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倒数日，我们既然那个公司让员工试用期高达10年，因为一个劳工替你们打拼，结果到头来没有年终，快过年了，直接解雇，叫我们让这些人如何生存下去？胁迫员工一个一个约谈，叫他进去里面签这份劳资同意协，劳资双方同意之前的协议书，并且怎么样呢？并且他说，要这些员工同意放弃在1月22号确定离职之后，要放弃他们在职期间所有民刑事的一切法律责任。公司长期违反，刚刚已经有跟大家报告过，过去加班费没有给付，所以工会才成立，才跟他追讨。还有什么问题？还有你像刚刚讲到的，你做契约工做10几年，到职日问公司到底我的到职日是哪一天，拿出了2份资料，记录都不一样，违法的情况这么明显，公司今天逼员工签这一份，要他们全部放弃，要他们失去工作权。那另外这一份公告，就是因为工会去跟公司反映，要求他停止，立刻停止签署这个同意书的约谈，所以公司就干脆出了一张公告，他依据劳动基准法11条之2，可以解雇，在他1月22号那天，就是全部之前以下18名员工。那劳基法第11条第2款是
是什么？就是他说因为业务亏损、营运不佳，所以可以预告解雇。第一，他完全没有预告；第二，他说这群员工是因为没有赚钱，公司亏损才要解雇。但是我们完全看不到任何亏损的迹象。LPGA 大赛还有两年，还有两年，这么有名的一家球场，要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这群员工，这样子合理吗？然后这十八名员工里面，十八个被之前的名单里面，有十二个都是工会的会员，针对工会在做打压，非常的明显。好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们今天来到劳动部，就是要劳动部出来面对。我们针对这个民法案，其实刚刚各位劳工朋友表达的诉求，我们都非常清楚了。那如果说这边如果工会这边能不能出面积极解决？对，如果说今天工会这边有提出诉求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带去妥善的处理。好，那给劳工朋友一个很好的处理，谢谢。请问大家等得下去吗？等不下去。请劳动部今天立刻解决。我们一定会根据工会的诉求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处理。我们会要求地方怎么处理？我们会要求地方政府针对工会的诉求依法查明，然后给各位劳工朋友一个很好的交代。所以劳动部不打算解决，要推给地方政府是吗？这个劳工朋友的诉求，我们还是强调，我们都很清楚啦。那这个部分的东西，我们一定会再去好好处理。那能不能签承诺书？请问我们只要收了，我们当然是机关一定会来处理啊。不是，那能不能签承诺书嘛？我们今天美丽华工会员工公司违法解雇，已经不让这十二名员工进到公司了。这个事情非常的棘手，大家说对不对？对。大家想要回去工作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来到劳动部，希望部长立刻解决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今天提出这样的一个承诺书，三点要求：劳动部出面，应该要承诺请公司出来开协调会；第二个，主动积极的介入调查；第三个，让这十二个员工立刻复职。请问专员，你能不能把这个承诺书签署，并且承诺这件事情？如果不行，请找能够承诺这件事情的人出来。我们一定会依照劳工朋友的诉求，会用地方政府来处理吗？我们也是。所以劳动部没有解决，要丢给地方政府是吗？我们还在了解这个内容嘛？这有什么好不能了解？是不是交给我们来处理吗？这些员工今天就没有办法进公司的。我是想请教说，劳工朋友愿不愿意把这个东西给我们，让我们带去处理？那你能不能签啊？签啊！签我们拍照给你啊。如果好，看来这个专员没有办法解决，我们进去找部长好不好？公司违法解雇。公司违法解雇。部长出面解决。公司违法解雇。公司违法解雇。部长出面解决。部长出面解决。公司违法解雇。公司违法解雇。部长出面解决。部长出面解决。公司违法解雇。公司违法解雇。部长出面解决。部长出面解决。部长出面解决。不要关门呐！不要关门呐！这员工在大过年之前失去他的工作权。这是劳工最后赖以为生的生计的问题，这么棘手的问题，民进党竟然可以出来没有任何积极解决的承诺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记者会先告一个段落，但是请大家未来持续关注。